澳门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海内外乡亲时代，咱即马倒转来第三段，吼、哦，佮讲吴冠老师，吼、哦，即马愈讲愈精彩啊！咱为头一段，讲到这个台湾民主国安怎诞生的，啊，佮来就讲到这个黄浩基安怎诞生的，黄浩基是成做甚物款的这个样面安尼哦，啊，咱是用讲的，我另讲哦，过境的。迄个老师哦，郭靖仪医师哦，郭靖殿医师啦吼，伊讲伊要摕迄个黄浩基的迄个三不露吼，吼讲要来教大家秀到那个荧幕上，大家看安尼。啊，你网络顶关，网络顶关开就有啊，足侪去。好安尼哩。好好。黄浩基。嘿，啊，咱即摆佫继续过来讲啊，佫刷落。啊，咱即摆就是讲这黄浩基吼。啊，向灶台起点吼，啊，就拍去啊，吼。啊，即马决定家创起了，我看是拢唔对啦，对唔对呢？咱即马开的嘛是讲黄浩基，有啥叫做南地黄浩啦？南地黄虎。南地黄虎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讲是安尼嘛吼。啊，阮看到的都唔是安尼啦，吼。第一就是讲南地啦。哪地？啊，哪地当然是为青天白日，吼，这个南地啊，吼，来嘛，南天来。啊，阮看到的迄个哪吼，是佛青啦。佛青。嘿，佛青色。佛青色吼。佛青色就是七条迄，迄个摩尼台下迄条。哈，迄个青青，迄个色啊！哦，好，哈，青色，有青啊！哦，咱台湾的布料有无？哎，布料那你个彩绘时候，迄个蓝色啊！好，迄个叫青嘛？哦，迄青色啊！唔是蓝色，甲中国的蓝无共。对，是佛青色啊。蓝有湛蓝啊，湛蓝啊，海蓝啊，天青蓝啊，蓝色都足侪色啊。对啊，啊，迄色，咱台湾讲是佛青，佮咪天青蓝哦。佛青啊，佛青吼有我讲明是讲土耳其布鲁，土耳其蓝，土耳其蓝，是迄色就对啦。啊，即摆拢讲是蓝色个，唔是蓝色个啦。咱台湾吼，无蓝色个啦。台湾台语内底无蓝色这个色个。咱拢讲什么色？台语内底讲青。青是蓝较紫色，或者青色。青色。啊，过来是叫佛青色。哦，佛青色。就是说，说恁客家人的生活吼。咱得讲。南音，错了，讲大南山，都错了，迄就是福星啦。哦，好，我有一领嘛。你是哪色个哦？你哪色？你是唔福星色哦？哦，你唔是福星色，你福星啊。哦，福星，本来福星这色，啊就讲吼，台湾民主国一挂 mystery 啦吼，啊甲上面讲这个国旗的问题吼，我是讲唔知有人会当吼，研究讲这个旗。究竟是啥物人画啦？哦，这非常重要咧。对啊。啊，迄也无留名，应该这个这以这张图来讲是足伟大的创作。足伟大的创作。即摆问题就是讲，啥物人有迄落有办法去找到讲当初伊个虽然讲哦时间足逼个，但是你要。建立一个台湾民主国，唔是小可代志，应该内底人拢是学问真饱的人，吼，伊遐知识分子伊才会结作规球，讲要来建立这台湾民主国。啊，迄个爱冒迄落足大个风险，啊，迄爱斩头的了，吼，啊，日本人嘛要找你，啊，清朝人嘛要找你。无啦，迄阵啊，清朝无法度，清朝就讲，好走人吼，较卖伫我面头前，卖甲日本人有啥物摩擦就好啊。领导代志啊，叫日本啊，你啊，互日本太太是好啦。对啦，吼，应该讲吼，迄有迄个人啊，但是第一手的资料啦，第一手的资料安尼。问题就是只所有写台湾的代志吼，都那不是个人。日本人的文献，日本人的文献一部分嘛是会为着日本国的立场啊，吼，啊有的就是外国人的文献，外国人文献你看会到才有法度啊，啊你看不到你就无法度。啊像这嘛无法度，外国人看会到。啊，过来就是中国人，
啊，中国人的厉害了。伊搭未记写讲甲你台湾有关的，即个遮尔啊，深沉的深沉文化的，未甲你未照实甲你肯定你的代志啊。是啊，我袂写吼。包括日本也是安尼啊，就是讲西洋人吼，咱拄则咧讲啊，即个做希腊都写即个诶 ，Davidson 吼。哦 ，Davidson 伊诶管民主国诶迄落文理真济啦，较济啦。啊，就是讲伊是日本军诶水军记者，所以目睭看着应该是看真济啦。问题是咧立场啊。立场啊。即 Davidson 后来安怎咧？后来日本统治台湾了后，对吼，因为伊足亲日的嘛，啊，甲日本的、甲美国逐项代志，安尼创啊，或者例如美国政府派来做驻台领事啊，做领事呢，做美国的领事咧，不得了呢，做领事了，甲后来尾，这是搁较尾的话哦，搁较尾的话，搁较尾啊，咱即摆咧讲的这段民主国的一段抗日。啊，过来了后，日本确实来摕台湾了后，吼，占领台湾了后，后端台湾人的抗日，迄个时阵对吼，日本嘛真正无人发的，日本咧想先讲啊，摕这台湾要创啊，开钱啦，用派这些兵啦，死人啦吼，安尼，伊讲大心些咧，清朝派四龙来甲，就是讲摕钱。摕台湾了，伊又无爱听啊，对啊，因为想讲要甲等啥个无爱听啊，啊，只要火，日本共款啊，日本共款啊，初日本就是讲人民阁有抵抗啦，虽然讲火力真弱啦，啊，毋过都顽石抵抗啦。日本，日本吼，想讲若有人要买吼，一亿日元啦。要甲咱卖，要将台湾专三款专利予人就对了。要卖啊！嘿啦，要甲卖去啊！啊，透过这个特别做商店吼，美国政府讲要甲卖啊。美国政府要甲日本买啊，日本开价开一亿日元啦。一亿日元大概是差不多两亿美金啦。差不多两亿美金啦。一亿日元。你安尼来讲足俗啊啦！卖讲遐，迄是迄阵仔的钱呢，唔是卖钱呢。对啊，安尼嘛，佫足俗的。你台湾的稳重的迄落，经济价值偌济嘞？可惜，美国迄阵仔无钱啦。若无台湾去买啊，从海外去买啊。对啊。甲海外同款去美国买去啊。哦，迄阵若互美国买去，嘛，咱今仔日嘛唔免甲这个。这个中国安尼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啦，未必啦，哈。未定迄个塞翁斯嘛，因世间咧演变，未变啥，未得变人个战场嘛，未得哈。系啦。好啦，啊，就是讲这个国旗吼，啊，希望讲若有法度的人吼，在有法度安尼去甲对查讲这个国旗是。什么人画的？啥人画？都是画家画的啦，吼。啊，那安尼对这个国旗的真相，啥物就会佫较清楚啦。较有法度对文化面啦，对国际面啦，各种的这个角度吼，来研究讲，台湾要成立一个这个台湾民主国，哪会用虎来做这个国旗？啊，这内底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好，啊，咱讲到这，啊，即马讲翻头来吼，讲来讲这个董经常走，董经常吼，董经常走，六月初四，伊这个初三。家人陷落去啊！家人去日军接去吼。初四这个董经常走。董经常是讲无走过去走袂离啊。董经常走。董经常初四是走去美国淡水。美国淡水。啊，美两日吼，啊才坐这德国的一只商船，叫做阿萨。阿萨号。倒转去中国，吼，倒转中国。董经常是初六。初六离开台湾去，啊，初六离开台湾去点吼？这个时间，台北办不地啊啦。董经常在离开了吼，台北不地啊。啊，这不地啊，董经常在离开了，伊下骹遐嘛，大家走啊。哈，大家嘛是要收开啊，大家走啊。老大水上大就走啊，啊伊呢？中国派的，迄当时台北吼，有一万个，
有一万的守军啦，千六兵啊，一万的千六兵，这一万的千六兵，嗨啊，啊，也明天早无帮个只啊，这总统走去啊，无帮个只，在走下你的走下你的手，台北城瞬间变地狱，迄中国兵啊，千六兵啊，出来外口吼，抢干杀，害人放火啊，害人放火，强奸民女啦，台北城变地狱，台北城变地狱的时阵，就害啊了吼，那居民可免乱，台北城下面啊，无道理啊，你后刀后枪的，对不？无无道理，想想的吼，讲孟家的私心，哦，很有名啦，有啥物人，啥物人，啥物人，有一群人吼，只开会，讲要安怎来救，救人家救台北城，是，过去讲一个方法了。进去叫日本人来啊！进去带日本人来啊！敢若日本人才有法度的。你若敢介绍的，就日本军，伊嘛有军人，嘛有。对啊，叫日本人来甲收收咧啊！啊，无能法度。结果啊要上去，无人敢去啊！去家去，日本人来剁头。对。高显龄啊！高政府因老爸啊吼，这高显龄。当然是讲伫万家遐吼，咧做工创遐啦吼。我来，过一年去，过去到倒个呢，照即文献拢无啦，拢干咱过一年去尔啦。啊，阮老爸因咧讲说过一年去到迄个小吉人啊，李定辉人遐，到小吉人啊遐吼，去见即个叫做。日本迄个队长啦，啊指挥官啦吼，啊甲指挥官讲安怎，台北过来安尼，乱就对啦，安尼啦，啊这个指挥官听你讲，啊这个反间计哦，要甲恁踹死哦，罔听尔啦吼，个啊都按兵发动起来，大刀行，唔敢一个就为台北来啦，啊听讲是讲行来到金马的这个德维啊。关渡边啊，对迄落淡水阁出来啊，到这位啊，阮行来到这位啊，的时阵，才撞到三个人啊，一个英国人，英国的生意人，Thomas， 吼，啊一个德国的生意人，叫做 Ole， 吼，啊甲一个美国的这个记者，这 Davidson， 以及三个。我来去见日本军，我来甲日本军要甲带入来啦。啊，日本军咧，虽然说有两个，啊，佫三个，啊，即个五个人，安尼一定没有错，一定没有错，是真的，哎，是真的，全大军团直入，来到台北城啦，来到台北城的城门关了嘛，军队袂当入来啦，有一个查某人叫做陈发，陈发是迄个斗阵的人。即摆因爸母遐人，吼，陈发甲因囝、甲后生，两个人爬起去甲城门开开，予日本军入来啦，予日本军入来，啊，日本军入来台北吼，日本军全咧安尼嫌拍一门城都无，都摕着台北，台北甲占领起来啦。啊，迄个那迄个遐个迄落，啊，兵啊都甲掠掠，清朝兵啊嘞。啊，清朝兵啊，全拢投降啊！看日本人来，特别是啊，掠，用日本军感觉送去中国，哦，甲送回去啦。好，这就是讲民主国吼，到安尼台北原来好占领去啊，好占领去，占领去了后，即马一个问题啊吼，那照这个做黄兆东的研究啦吼，照黄兆东去讲六月七八啦吼。六月七六，毋是即个号做董景祥走啊？吼，啊讲六月七八，吼，六月七八，即个库洪家，库洪家杜蒙走啦，库洪家杜蒙走啦。伊，我著感觉讲库洪家伊即个角色扮演哦，伊无应该走。对，即无应该走是无对啦吼，但是在我咧，我看的资料可是无啥共啦。无啥共啦，但我是目睭看到啦，也无甲摕迄个证件啊，
哦，哎，看是是博物馆看哦，博物馆门内底哦。哦，我所看是安尼嘞。伊即摆七六六月七六东京走，六月七八高雄走，差两日尔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我看毋是安尼嘞。嗯。我看过毋是安尼哦，我看毋是安尼嘞，是讲是咱历史博物馆的迄块文献内底。嗯。即摆也滴嘞啦。嗯。哦，我是有看到。啊，即摆毋知还有滴嘞无啦吼？迄是写讲。酷鸿，而且董建雄走了后，台湾是有选第二任的总统的。啊？这我煞唔捌听到。选第二任总统啊？这本册我无读无头。无人讲。无人写了对。人，我看也无人讲到、嗯。但是我是看到迄无人讲，台湾是有写第二任，尤其是咧继任的迄、那个迄总统。嗯。叫做老介尧。嗯。刘志。姚，嗯、啊，老介姚，我是看到这个啦，嗯，好、哦，啊个老介姚做24点钟的总统啦，做一工，嘿，敢那国大老国大同款，嘿，做24点钟伊无法度，他也跑了，嗯，也走，嗯，结果走三个去，啊，走了后，从柯文嘉这边，嗯，柯文嘉无上任这总统，嗯，柯文嘉用军事台湾民主国军事执政团。主委员长、主任委员的新闻指挥甲日本空间，我那看到安尼嘞，嗯，啊那安尼嘞，柯文嘉当时走是，唔是一定六个七八啊，那啊来走去两年尔，那发生这个代志。哎，那安尼来讲哦，真怀疑柯文嘉伊敢有走出去？有啊，走啊，伊有走啊，有走。确实有走出去啦，走啊，真真，基本上确实当时走，走这个。黄兆栋这本册哦，伊是讲六月七八走。嗯，我感觉六月七八走差差两日尔。两日搁要选总统，搁要做啥？那时间要哪有够？那有迄大代志，都无迄大代志。啊，就讲我咧讲的，我即摆无法度摕证据出来你看啊。对啦。那是我自己看到的，会定定啦吼。嗯。啊，即摆就是讲六月七八，只准讲柯文嘉有走无走，就是迄个时间，就是台北城已经破嘛吼。对。啊破！台北去哦，一军已经入来，维持迄个特殊啊。维持特殊，啊！日军在那退兵，嗯，为南平落去对啦，嗯，为南平一直落。挥兵南下。嘿，挥兵南下吼，挥兵南下一直拍一直拍吼，迄个时间足侪算是三角形啊吼，那即摆即个。咱的三角。三角遐啦吼。土城搁过去，诶，三角形。诶，作战吼，我那有真激烈的作战啦，嗯，吼。啊！即是讲推到即个六月甲即个八月，嗯，两个月后，八月啊，八月二八，嗯，诶，即个八卦山会战，嗯，八卦山是咱电影有啊，嗯，电影拍的电影，迄个即教五年啊，嘿嘿，对，教五年，但是翕出电影的有真侪可以批评的。1895啊，1895翕出电影，嘿啦，翕出电影吼。有足济，那我看是。是迄个李教老师的迄落埋弯，迄落1947的代志啦。我事后再甲你讲，即摆嘛请爹再讲，确实代志大条啊。哈哈，这毋是咱讲的主题啦，嘿。对啦，这有一个无迄啦吼。嗯。啊，即摆就是讲这个八卦山会战之战啦。嗯。咱来讲八卦山会战之战吼。嗯。八卦山会战之战吼。是啥人领导？恁吴通兴，吴通兴，哎，吴通兴，大将吴通兴啊，吴通兴客家人啊，领导的啦吼。啊，那阮老爸啊，那讲了吴通兴吼，你夹个出去啊，想讲迄人哦，那即马火当着要讲死啊呢，恨这个吴通兴恨啊入骨啦，嗯，我讲吴通兴。吴通兴当然，咱即摆袂使用迄落另外一个军事的眼光去甲看，去甲批评啦。吴通兴伊读册人啊，伊也毋是武官，毋是啥啦。伊是热心爱台湾，啊，组织这人来甲日本人抵抗，安尼来着。但是伊对这个军事这方面，他是很糟糕的啦。很糟糕。最大的一个上大的一个问题啦吼。迄当时的日本军舰吼。迄当时日本军啊，伊就分两条路，一条为山，庙了山，
一条位海边啊，通宵。嗯。啊咧，来到包抄，包抄来到中华。嗯。两军会合啦。嗯。啊！你这个吴汤生，一将台湾反抗的主力军集到遐，啊，佮加这乌旗军、这老兵学、台南老兵学啊，派几千个人吼、来、来个到遐，到乌岸，嘿，到乌岸，啊，这个主力军藏在中华八卦山来迎接日本军来，到这世间有这么五个人？对啊，无可能嘛！伊这两条军来要合一只，你才一只要佮拍，你若无在在遮，在遮，在遮。这大错了，大错都错了，好，在伊个军事上的迄落是绝对错了。这个吴汤新哦，伊可能对迄个地理啦、作战的迄落指挥这个作战的，伊拢外行啦。对啊，干那一个迄落有用无标，干那一个哦，我都好要带人吼，安怎呢？但是伊家己啊，真心是啊，就是甘心真迄落对啦，哦，啊，即下如果伊迄个。伊迄个一家吼，应该伊在做对呢，都即卖许通宵万里遐吼，甲英子，啊英子，咱是本地人，用游击，游击拍我走，拍走，你不然你就算是无人法啦，哎，讲讲，你用迄，伊迄日本的正旗军呢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还佫人个精锐部队呢，啊，人佫现代化的武器呢，西洋武器呢。啊！你拜托个，你得个倒菜刀，你咧讲台。啊！你两队来，你啊个别个击破，你唔是等你回合，你就这个影子，啊就无死啊。对啦，啊所以讲伊就是伊唔是军事作战家就对啦。啊，其实台湾民军吼，彻底败，彻底倒掉吼，就是八卦山会战之前啦。哦，八卦山会战之前。是。死袂少啦，对，都走袂去啊。对，走袂去，啊！你无敌，但上好的台湾上好的武器吼，摕去送日本人啊。然后日本摕。啊，咱即摆咧讨论讲，日本人甲你讨论啦，讨论讲迄只只小台船，日本来绝对赢，台湾绝对输呢。问题差多一站。差伫底。你照日本人记录讲，迄阵个台湾人吼，是勇敢甲迄个查某人囡仔爱咧，夹枪在拍安尼。恁祖嘛在家己拼，啊，会输就迄支枪啦，迄支枪啦，较早迄支枪啊，点火嘛，对啊，点火呲，哎，到迄个某一个阶段，它砰一下安尼，嘿，迄支枪嘛，啊，你讲台湾清朝用的枪就对啦，是较龙武的啦，对，较龙武一砰拍起，讲一扑烟就大扑啊，啊，日本的。日本的较无烟啦，啊！你只不过在咧科技较新嘛，嘿。你啊穿个较拍去，只不过烟人家讲还迄个人伫遐。啊，就我就伫遐就甲你讲，啊，对。讲是安尼，日本人的检讨是讲台湾人吼，唔是勇气啊，就是咱的。你的武器输啦。迄个啦，勇气啊有啦吼，迄个信心嘛有，就是武器输人安尼啦。对啦。嘿啦，咱迄个唔是用迄个精良的，迄个精良的部队甲。科技的迄落新武器啊！你要战这落老百姓啊，得搁倒菜刀，当然咱要安怎甲人战安尼？哦，啊，这即马搁为这八卦山会战了后，就讲说台湾的第二阶段抗日啦。台湾第二阶段抗日了，八卦山会战了后，日本军吼打过落水溪，迄个才有清查。咱这留来某一天讲了了啦，吼、哦，精彩的故事吼，啊，你爱留来这个后礼拜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你都拢家整理出来了后再讲吼，即嘛，咱这边的迄个台湾民主国的迄落安怎诞生的吼，啊，这个五虎旗安怎诞生的啊，讲到唐景崧落跑的迄个真相吼，啊，甲事后这咱后界来讲迄落八卦山。代战吼，诶，即个之后诶代志安尼，啊，今就感谢咱诶吴国安老师吼，甲咱讲啊，遐尼久长诶即个台湾诶故事，我感觉即足重要诶。咱吼诚做台湾人，爱知影台湾诶代志，啊，尤其像讲即卖啊，最后搁甲咱乡亲拜托吼，啊，明仔载都爱投票啊，你爱做主人投票，毋通做奴隶投票，投票有两种呢，吼、哦。除了买票之外，就是讲你要做主人，是要做奴隶，吼、哦，你是家己选择。也是要听人讲的安尼，吼啊！明仔载希望讲会当选出一个吼对台湾有益的候选人出来。啊，若是挂国民党的吼，较好的人才，伊当选了，伊嘛是爱听国民党。国民党拢
甲这个黑心的这个大企业家呢，徛甲人民对立，啊，这种的国民党，你敢会当继续互伊伫遐生存？除了这个甲人民对立之外，你看伊所做的这个六七十档来，恶恶毒毒。你若要投票的时阵哦，我请你，你的面，你的头壳哦，稍冷静者。你想认真讲啥，靠袂出来讲啥，因两个人讲的话，你家结合起来，下伫个心肝内要去投票的时阵，你就想因两个人所讲的话，你就投票，你就会较清楚安尼。好，啊，今日感谢吴老师。